那个一会儿要去龙哥那边彩排了，但是在那之前呢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我打算玩一个游戏 Game Punch。 That's easy。 你要手拿着让他玩吗？那要不然我怎么弄呢？开始游戏。王子救了泰尼，泰尼呢是他，我要怎么样王子才救了泰尼呢？他怎么就爱心了呢？王子流出了一滴汗，可是他是个爱心。好了，开始上班。和龙哥商量一下流程。老师就会听吗？音乐。对。然后是你跟他出的招吗？让他这样求婚？对啊，其实也没有很复杂，只不过是那男生在台上就是向他求婚。对，然后他们求完婚之后结束，我们再绑。对，咱就是说龙哥你可真有一套。飞梦江帮人求婚，我今天看热搜知道你那个在广州拍。哦，对，你想打开了，走吧。明天我穿的很好。这样吗？太好了，天哪！今天我太感谢你了。一般大晚上准备彩排蛋糕，穿上战靴。今天是哪首？先给你用麦吹口试麦吧。好吧。回忆他，墨镜一戴，门没锁。结束，明天见。来到演出现场了，还有一会再练一遍。救命啊！今天老板真的好辣，辣死人了！真的没有拍马屁，你们自己看。带个麦准备上场。这个表演很喜欢吗？喜欢。
看到有一个字写着看腹肌。其实我刚刚在后面说，我的耳机里面是写的脱掉，脱掉，脱掉，脱掉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这句不能脱？因为呢，现在还没那么完美，一脱了，它就给我变成一个历史。我不想当你了，让我稍微完美一点，好不好？突然想起来戒指不见了。来现场继续观看龙哥的演出。现场的氛围真的是太好了。今天完美的结束，尤其是中间求婚跟表白那一趴。虽然求婚这个事情我知道，但是表白那个事情我不知道，鸡皮疙瘩起来了，我整个心就是一个不能播的词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很好玩，很好玩。今天瓦哥真的我不叫他瓦哥，我叫他龙哥 ，Dragon Brother， 非常的有现场的魅力。只是他的那个提词器，他提词器是个平。
行的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case， 有的时候紧张还是会忘词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，我在开之前，我持续就一直不停的播报。6月30号，大家请注意查收孟佳的个人首场演唱会在广州。如果你不小心刷到了我这条视频，那对我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买票支持一下，来观看我的演唱会，保证你不会亏。好的，拜拜。哦哦，拜拜。